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宋朝一位叫崔少帝的女子嫁到苏家做媳妇，她的丈夫弟兄共有五个，已经娶了四位嫂嫂，可家里面很不服，每天都有争闹的事发生，人们都替她担心。小姐，您该和姑爷去敬茶了。少帝，怎么了？我明天就要去赶考了，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的四位兄长均在外经商，家中只有母亲和四位嫂嫂带着侄子们生活。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了，这几位嫂嫂都不是很好相处，我担心你初来乍到会被他们……相公别说了，我知道你体谅我，可是一大家人过日子哪能没有磕磕绊绊，只要人争我让，人怒我笑，便不会有问题，你放心吧。嗯。啊，小姐小心。哈，五弟妹真是贵人呢，洒点水都有人心疼侍奉，不像我们自己省吃俭用也就算了，还得帮别人养闲人。二弟妹，你别跟五弟妹开玩笑了，不然五弟还以为我们这几个当嫂嫂的故意欺负新妯娌呢，可怎么去安心赶考啊？二嫂说的是，我嫁来苏家做媳妇，就当亲自侍奉婆婆和各位嫂嫂。小翠，你一会儿就收拾包袱回家去吧。小姐，是。来点吧，就到这吧，别送了。嗯，我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嗯。有事就找娘商量，别自己委屈。老三家的倒尿盆。哎，来了，五弟妹回来了。五弟已经走了。哎，哎，少弟，娘刚才叫人倒尿盆，你看三嫂这正带孩子呢，你这正闲着呢，要不你就……啊，三嫂你忙，我去倒好了。三嫂，今天该你打水了吧？嗯，轮到是轮到我了，可是，哎呦，我今天身子不舒服，肚子疼。二嫂，要不您帮我带一天？三弟妹，怎么一轮到你，你就不舒服？这儿我也不舒服。四弟妹，饭还没做好啊？娘问着呢。缸里没水了，怎么做饭啊？哎呦，我这腰疼啊。要不你先把水挑了。怎么又是我？四弟妹，你年轻，身子又壮。大嫂，那你也不能这样啊，娘已经给我们排好班了，凭什么每次都让我多干啊？哼。大嫂，我多说一句，你怎么从来不挑水啊？人家是当家的，要不我去吧。五弟妹，好人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你能帮人一时，难道能帮人一世吗？哎，我今天身体实在不舒服，不然请娘做主。
婆婆从来都是既不得罪人也不偏袒谁。三弟妹，别打小算盘了，你说了也白说。还是我去吧，娘还等着吃饭呢。五弟妹，这话不是这么讲，凡事得讲个规矩。今儿老三家的不舒服了，你帮他，那明儿我不舒服了，你也帮我。要不这么办吧，以后挑水的事儿都归我做了。真的？五弟妹，你可想清楚了再说，挑水的活儿最累了。没事儿，我是来的最晚的媳妇，应该格外效劳，就让我来做吧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有心，我也不拦着了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乖啊，让你五婶抱会儿，娘把汤端过来就能吃饭了。哦，快，你还想吃啥？别动，娘给你拿。娘，这个丸子好。哼，就知道吃现成的。少弟呀，别傻站着，快来吃饭。娘，你们先用，我再等等。四嫂还没吃饭呢。还是你五婶子会疼人啊，咱们都得学着点儿。她四婶儿喝汤。哟，我说怎么捞不着樱桃了，感情都在五弟妹碗里了。你老盯着别人的碗，当然捡不着樱桃。喏，这个给你。娘，您喝汤。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怎么尿了？哦，少弟，你这新衣服啊！哎，这孩子真会挑时间。你这孩子怎么在婶子身上乱尿呢？四嫂，没事儿，换一件就行了。你们吃饭吧，别等我了。少弟还真是好脾气，好歹他在娘家也是养尊处优的小姐，到了咱家还真能吃苦。三弟妹喝着甜汤还说苦，怕是自己嘴苦吧。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娘，大哥他们季家叔来了。娘好，各房问好，久留。啥意思呀？老大家的文化高，你给大声念念。当家的说问娘好，各房的也都问家里的好，这次买卖做得好，又赶上机会好，他们要多待好一阵子，要我们让捎信儿的人多带些过冬的衣服回去。怎么就这么巧，我前两天刚给孩子他爹做了一双鞋，今天他就来要了。哎呀，我给孩子他爹做的小袄还差条袖子呢，我得赶紧回去做。大嫂，你给大哥都准备了吗？我手工慢，所以准备的早，这刚做好帽子。哇，大嫂的手真巧。二嫂你呢？我二嫂你不会还没做吧？二嫂，你给二哥做的那件袍子上次落我那儿了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取过来啊。哎，二嫂，你看这件行吗？行行行，少弟啊，幸亏你二哥和五弟的身量差不多，要是别人还真穿不了。今天多谢你了，不然差点让他们看了笑话。你二嫂我心好强，可是手工不争气，确实比不了你们。二嫂不要客气，都是自家亲人，不分你们我们的。哎呦，我的亲妹妹，你刚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，不过你可得小心，别让人给骗了。骗我？二嫂也不瞒你，在这个家待久了你就知道猫腻了。你别看大嫂一副老好人的样子，她当家背地里没少亏空公款，光他的新镯子就值不少钱呢。少弟，你听着没有？啊，
我说光他的新镯子就值不少钱。哦，你怎么傻乎乎的？到底是听没听明白？瞧你那晕乎劲儿，得，不跟你聊了，你先忙啊，我得回去看小宝功课了。二嫂慢走。老大家的，老五家的进门有些日子了，你看他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自他进门后，家里像是比平日太平了不少。我倒是觉得他的性格过于憨笨，比不得你们聪明。老三家的，倒尿盆了。来，诺。没有，来，跳高一点。没有啊，不要。来呀，啊，继续跳啊。啊，给老太太请安。我与贵府四位公子因做生意结识为好友，今特捎来家信向老太太禀告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您还是先看信吧。娘，我一会儿说了您可别着急，老二在外面惹上了人命官司，现在需要拿100两银子赎命。100两银子，娘啊，你可得救救老二啊，他可是您的亲儿子啊。别哭别哭，老大家的，公家账上还有多少钱？娘，前些日子刚跟店家结过账，现在公家账上勉强不到50两，可总得留些过日子。大嫂，你管着公家的账，难道只顾自己捞好处，就不顾自家兄弟死活吗？老二家的，你别借机撒泼。先生，您既是我家哥哥们的朋友，能不能描述一下我家二哥的样貌？哦，啊，行行啊，他就是个子不高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头有点圆。啊，是圆。哎，眼睛下面有颗痣。对对对，有颗痣。哎，这是老大。我们家老二是个高瘦子，没有痣。真对不住，都怪我心慌意乱，记错了人名，害老太太和二嫂子受惊了。只是人命关天，事不宜迟啊。可是我们凑不齐这100两啊。这是20两银票，说来这个镯子也值2两银子，我还有些私房钱全都拿出来了，可是这些加进来还差20两银子，娘，求求您救老大一命吧。好啊，我早就发现这个镯子值钱了，你们都来看看，光这个就够咱们全家吃半个多月了。你刚才不是说没钱吗？怎么一转手就掏出20两的银票？这钱都是从哪儿来的？娘，我……大嫂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真看不出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分家，分家！都给我住口，谁也不准分我的家。你去，把我的小锦盒拿来。这些银票，拜托你给老大他们带过去，一定要把老大给救下来呀。等一等，娘。住口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先生，我们苏家就全靠你了，拜托了。啊，老太太不必客气，江湖义气自当效力。那我先行一步，告辞了。你们快去送送。哦，您请。啊，不对，这事有蹊跷。娘，这人来去匆忙，没名没姓，刚才他说自己一时疏忽记错了大哥与二哥的姓名，可是如果是大哥写的家书，那怎么会记错呢？难不成那封信是假的？糟糕，快追。娘娘。
银子就让人给骗了。老二家的，你不是一直不服气吗？那现在这个家就让你来掌怎么样？账上都没银子了，怎么掌啊？哼，老三家的，娘，我身子弱，担不了这个差事。那老四家的，娘，我不会啊。难道要让少帝当家？哦，咱们苏家是大家庭，长幼有序，我万不能造次。毕竟大嫂长家多年也一直挺好的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不能把人一次看扁了。老大家的，终于有人替你说话了。我。二嫂，真让大嫂重新当家？哼，账上没了银子，这个家恐怕没那么好当了。哦。大伙儿都知道，公家账上现在没银子，可日子咱还得过。既然还有我当家，有些事儿我就必须得开口。各房要是还有存私房钱，我没钱，有钱我就去买新镯子了。小姐，我来了。小翠，翠儿，把包打开。小姐，夫人吩咐过，这个包袱要交到您手上。你怎么还不改口？我嫁来了苏家，就不是崔家的小姐了。我让你打开，你就打开。是。能。老爷和夫人听说了前阵子的事儿，想着家里人多，银子的用处多，就派我把这20两银票给送来了。既然是家父家母的意思，小翠，把银票给大嫂送去。是。五弟妹，这可是20两银子。大嫂，请勿多虑。家父家母都说了是给家里用的，我当然要遵从，且先用这些钱支应生活吧，总不能让侄子们饿肚子吧。弟妹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嫂子都记着呢。大嫂，什么也别说，咱们是一家人。来了。四嫂，你怎么来了？喝茶吗？不忙，我说完话就走。少帝，我知道你人好，可这事儿你不要掺和。哪个屋没有私房钱啊？二嫂三嫂惊着呢。你倒好，把钱全都捐出来了。可大嫂这是自作自受，你这么帮她，难保她以后不再亏空。四嫂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再说支持大嫂就是支持婆婆，支持婆婆就是支持咱们这个家呀。我相信大嫂，也相信大家都会团结。啊，小姐，不好了，我刚才不小心听到二嫂和三嫂在合计分家的事儿，你也早点做打算吧。谁让你胡说八道？他们真的？你还说？让你胡说，小姐别打了，让你胡说。这是怎么了？不打你不行了是吧？还敢不敢说了？是啊，住手！老吴家的，好端端的，你为何打人？小翠，你说。不许说。说，有什么不许说的？我给你做主。刚才我听到二嫂和三嫂说分家的事儿，就跟我们家小姐说了。结果小姐她就打我，还说我胡说。娘，你别听她的，现在是我们苏家的危难时刻，我们全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才能共度这个难关。娘，我绝不能容忍搬弄是非的人来破坏我们家庭的和睦。小姐教训的是我该打。说，你还怕我不说了？说。再也不说了。哎呀，五弟妹，别打了。五弟妹，我们明白你的一片苦心，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，别打了，我们都明白。
重新开始吧。娘，娘，娘。从此，妯娌和睦，分工协作，共同为家庭做贡献。一年后，苏家的四兄弟盈利回家，五弟科考中试，举家团圆，苏家已今非昔比。天下易而家难，家易而四弟难。贤惠的人会以身作则，感化别人；不贤的人自己做不好，还会责怪他人。少弟虽幼，但以德报怨，心怀宽广，使一家和睦幸福，很有功劳。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佛要我们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就要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，礼拜药师宝忏即位49天内往生者普佛回向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，日期5月30日星期日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五月共修行程，恭请湛山法师领众。5月5日星期三下午2点，共修地藏经护生暨慈悲施食。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，共修药师经持108遍药师咒。5月15日星期六下午2点，新逢文殊菩萨圣诞，礼拜88佛弘明宝忏护生暨慈悲施食。5月26日星期三下午2点，新逢藏历四大节日，恭送阿弥陀经暨拜佛念佛一支香。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400年前，天文学家约翰尼斯·克普勒发现
月亮会影响地球，并引起潮汐。当他告诉别人这个发现时，没有人相信他。月亮这么遥远，怎么可能会影响地球呢？但是事实上是如此啊。所以因为这个地心引力，大家在自转公转的时候就会产生了天气啊、黑暗啊、白天啊、潮汐啊，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叫缘起的，叫互相影响的世界。这么远的地球或太阳随时在影响着这个地球，所以各位就了解说，你一个人的念头就可以影响整个世界，一念三千大千世界啊！佛陀掌握到这个道理了。哦，原来我们的心啊，可以影响整个世界，所以每个人应该圆满这个菩提心啊，善心相续，那你就会有快乐了。不但你快乐，还可以让别人快乐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生命就读一切生命，始终生命。